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咁喺新嘅一年咧，我希望大家咧可以最重要咧就系健健康康啦，跟住就系心想事成啦，样样嘢咧都顺顺利利、开开心心咁就最好啦。咁啊喺新年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节日啦，因为系一年嘅新开始，同埋咧有好多好好食嘅新年食物，例如啦有年糕啦，有烧酒糟啦，有糖果啦，有萝卜糕啦，等等等等。不过咧喺食之余咧，记住唔好食咁多，好容易肥噶。新年快乐！